欢迎来到舞台动力实验室。现在冲浪平台来到了一个新的进度，我们基本上完成了所有的测试，同时增加了许多的功能。首先是我们在操作界面上多了许多新的功能，譬如说我们可以增加 delay 的方式，来让冲浪平台的动作变得更有趣。现在是每一轴输出的时间不同，荧幕上也可以清楚的观察到。另外呢，就是我们在冲浪平台的周遭呢，即将要装加上 LED 的装饰灯条。那这个装饰灯条的启动的方式以及 program 的方式呢，也会有所不同，请看示范。那现在呢，在冲浪平台那边的动作呢，事先做了不同的 program， 也就是 Q。那这些 Q 呢，里面的资料除了速度加减速以及位置之外呢，也增加了 LED 的控制方式。那我们总共会有八个回路的 LED 灯，总共16个灯条，四种颜色的输出。那希望能够增加冲浪平台，这个冲浪大赛的一些乐趣。请大家拭目以待。